等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我是狸猫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猫咪丑照忍笑挑战赛。我们用这东西，里面会倒上面粉，嗯，然后我们看到那张照片，如果你有反应，那个面粉就会。第一张。你们要拿下来讲话吗？不用。好，第二张。不讲话，也不笑。第三。这张有。这张有一点。你是故意。我下一张。再下一张。再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轮到我了？越来越大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动作很好笑。但是他的脸，你知道为什么会笑吗？是因为他那个脸那个毛色太奇怪了。要下一张。再下一张，那我再下一张。再下一张。真是很好笑啊！我一开始找不到他头在哪兒，我就是觉得真好笑。你说找不到头吗？对。下一张。再下一张，下一张，等一下，他生什么气啊？哦，下一张，再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。欸，你的点真的跟我不一样。好，我下一张了。下一张。下一张。再下一张。他这么像鬼。再下一张。好可爱哦。下一张。怎样？你笑很大力耶，你笑得抬头好不好？你不可以这么犯规。好，下一张哦。下一张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了吗？好夸张，他嘴巴有点大。好，下一张。好可爱。下一张。好可爱。下一张。他现在很尖。这还好吧。好，下一张。这还好吧 ？Focus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他眼睛，我也觉得还好。好，那我要下一张了。我感受到当他悲伤的情绪，我笑不出来。难过。好，下一张。等一下，这是跟前面同一只吗？下一张。下一张。还好。好，下一张。
下一张。这是猫猫，电风扇。电风扇。好，下一张。再下一张。哇，这超可爱。嗯。下一张。只剩一个眼睛。这是一头在里面的猫吧？嗯，很可爱。好，下一张。还活着吗？还好。好，下一张。下一张。你那是刚刚那一次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有重复吗？为什么我都掰了这张啊？不是、啊，它很好笑啊，因为我嘴巴变白了。我看你拿下来变怎样？这是你的战绩哎、欸。嗯，你刚刚笑是，你的笑点蛮奇怪的。我笑的都是蛮可爱的。哦，我笑的都是很奇怪的。我反而有的真的很丑的，我好像反而笑不出来。你刚刚没有讲，我不觉得好笑，我觉得它就是转很快啊。这不算是吗？这个也是，它其实前面那只有点像电风扇。这只啊，我刚刚就笑这只。这只是它单纯只是因为它花色好笑而已，加上它斗鸡。斗鸡，对。这只啊，你刚刚笑这只啊，蛮可爱的。这只有什么好笑的？就蛮可爱的、啊，它牙齿很可爱。它所以是可爱才笑，但是我刚刚笑。这只其实蛮好笑的，它这只很像那个以前我们玩那个猫咪存天童那种用、哦，就是它有一颗把你的钱抓下来那个，这个也还好，这蛮可爱的。对你刚刚笑这个吧？不是，我刚刚在想它是什么，它在我后来才看懂，其实这是该笑，但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笑出来。对，就是这只蛮该笑的，少了一点什么，我也没有笑这只。但是这只其实应该要可以笑，因为它蛮可爱，然后又动作很好笑，然后又很胖，可能是因为我想到阿玛，所以我就笑不出来。你就觉得它就是很可爱，对。哎、欸，只是你有笑啊？对，因为他的表，他表情很像某个就是那种喜剧艺人的感觉。谁？冯佳佳。这只我觉得好笑，是因为他的毛吧？没有，是表情啊。这张是因为表情很好笑，然后加上他的毛色也很好笑。哦，这张你更好笑哎、欸，因为他动作很好笑。哪里好笑？你再看一次，我会觉得好笑吗？蛮好笑的、啊。看来是我输了。你输得很明显。告诉大家你最喜欢、最觉得最好笑是哪一张？嗯，对，编号是几号？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啊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这个头发是白的哎、欸，你看我这样子是变黑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夸张啊。